完了，我都淘汰了。大凯，你卡在哪里？我来到冰洞区啦，我刚刚有个地方一直跳不过，不知道为啥。不能冲跳后我就跳不过去。嗯，他好像如果你减速之后会不能冲跳。当当，拿到了卡片，这游戏的卡片还是干啥？啊，所以这个 Doctor Hell 是什么图啊？地狱啊 ，Hell 不是地狱吗？地狱先生啊，这个地狱先生怎么就是刚刚玩过的图啊？上次给你，我试试。我们等等玩这个蚂蚁地狱看看好了。哎、他说这个是开心的地图哎、来大海开心的地图，开心起来了吗？终于可以开心了吗？几颗星啊？不知道哎，有开心，试试看。哈！哦，开心哎！哇哦！哇，成长喽！这是什么？这不能跳啊！跌下去了！我也没想到，转弯能转的！不是这，哎，这要怎么？怎么转弯呢？转错，转错，转错！什么什么？转错可以甩尾。哦！哎、快乐的图哎、快乐的图哎、哎、我怎么一直转不了弯啊？我这只好转不了弯哎、你看这难控制、哎、我转不了弯，我更玩不了啊！我是没有放弃的念头，我是没有放弃的念头。等一下，很快哇！哎，我真的转不了弯啊！那你把油门放开啊，把油门放开啊！你就给他吹了、他那个是自动的、我根本放不开啊！没吧？油门是自动的吗？他不是会自己往前冲吗？要按前才会前进吧？我也测试了一下，应该是按的前才会前进。哎！原来你也还在这儿啊？不是啊，我刚才教你啊。那我要走了，我走了。我先走了，你自己开心玩啦。我应该是已经超过你了，你慢慢玩吧。我先走了，哎呀，可怜了，可怜了。倒了呀！哎呀，换个模式。它其实有很多那个新的，不是这种单纯赛跑的。哎呀，滑不起来了呀！大凯，你刚刚看到终点吗？有啊，黄黄的，可我到不了。换一个，竞赛挑战，玩简单的小游戏，快闪，小游戏模式 OK 吧？没有问题。5566566，四个人的。在哪一个门内？快闪图案。那直接邀你来喽，就直接用好友一起跑步就好。哎，好，我是红红帮 ，Lady， 我是绿绿帮。哦，踩错的人直接掉到水里啊、哦！简单，考验大家智慧。直接掉到水里。怎么了？谁呀？是两个，这两个不能踩啊！哦，哎，他们两个已经出来了啊！是那两个不能踩哦，你是要踩那两个啊？那我刚刚为什么踩过来？走了，飞啊 ，perfect！ 哎，我赢了吧？我赢了吧？我几分？哎，我85哎，吊打！我第一轮哦，这样啊，不能踩那两个。踩到了会自己弹起来。这个很难输哎，其实。我也觉得哎。都不用动是吧？游戏都不用动是吧？飞呀，我先走啦。哇！呀，闪开！哎呀，可可怜啊你们！呜，235分。
不行啊！我挤下去了，大凯直接倒了。飞啊，闪开！咦？哦哦哦！呀咦！我赢了吧？呀，闪开！嗯。飞啊！哎！我倒了。哎，我好像不用动就赢了。怎么这样？这是靠赛是吧？嗯，这样你们拿几分啊？不会吧？我们赢了。哎，死掉的人是零分的。嗯？哎哎，没有没有，没有没有，我还是比较多啊，抱歉啊，375。外省图案有点低吧？嗯，碳糖豆人哎、欸。糖豆人超毒的，这个游戏很糖豆人哎、欸。他、啊、这个怎么是？这个也很糖豆人嘞。不会是那根杖是在了？啊！哎、啊欸，不会砸。你不用撑十五秒是有多难？这是能量有多难？我先走了。三岁小孩。这个怎么？你怎么死了、啊？这感觉是我阿妈在。往后，往后闪开！哎、欸，踩了别人的头会怎样啊？飞啊！往后，飞啊！我先走了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死了？开局就少一个了，大概。哎，我没死，我没死。能玩，能玩。哎，他那个剑很怪哎、欸，判定大。他那个判定，然后强都在决胜局哦。决胜局喽，哦。哎、欸，好大哦！张四飞啊！哎、欸，主要是太小了，我都忘记了是我太乱了。对呀、啊，我先走、啊。有时候会分不出自己。飞啊！哇！哎，大凯活着哎！哦，哎，我死啦！我阿妈好像玩不了这个、啊。哦，哎，太扯了吧！最后竟然是直接。掷骰子比胜负啊！还踩谁？我第一名。哎、欸，你是赛狗哎、欸！你踩到我啊！那、欸、不就是赛狗？哎、欸，哎、欸啊啊，我赢了哎、欸！啊，不放骰子比第二啊！嗯，同分了、啊。哎、欸，下一关了、啊，白色选下一关了、啊。要选哦，选下一关是不是？好，来，电流击击棒。哎、欸，我可以换角色哎、欸。哎，我都可以按哦。他说：“撑最久的人获胜。”蓝色的会触电，红色的直接淘汰。方向键快速解除。什么是快速解除？啊，主要是什么？解除那僵直啊！不是啊，这感觉是一粒的。哇，不太简单了。哇，我阿妈在玩的那一种哎、欸。他才第一个红怪是谁？他才第一个是吗？是红怪吗？很怪哎、欸！你们不要妨碍我！哪个是我？角色长得太像了！别倒哎！不好意思啊，看来我就是今天的冠军呐、啊！哎，全部人都倒的时候很好玩哎、欸，终于不会看错了。飞啊，你先走了。咦！我会倒了，没事啊，血虐啊，二八五啊，这是一局定胜负的、啊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是吗？啊，这一局定胜负、啊。哎、欸、啊，我怎么很怪、啊？你好强啊，零分哎、欸。危险战锤！避开锤子的攻击。哦，要这也是一粒。有信心吗？有的，有的。正会淘汰。有，我充满信心。哦，啊！有人死了吗？我死了。
不是啊，我按到打字啦。哎、欸。我打过去了。我觉得这很怪。这个被压扁。啊，他怎么连续三个？对。哎，我被你挤过去了。哇，这个有点东西耶。不是，其实他有一个旗袍。他拉不回来，他往滑走。这个很怪，我觉得绿色先啊，绿色先啊。哎，看我怎么不是绿色？跑不掉，可恶啊！哎，根本来不及刹车。对啊，根本就哎，这游戏很怪。哎，掷骰子。哎，我星星是什么意思？你一分呢、啊？你输了吧？我赢吧，星星不是最强的吗？嗯，没错没错，55分，2-0，你们两个也蛮强吗？很怪呀、啊，很怪，还有下一关呢？很难啊，飞吧跑者，哦，用大炮得分就赢了，哦，靠赛。转战取得大炮，按下道具键就发射。首先先抢大炮嘛。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发射！什么意思？耶、30分。啊，你们三个怎么淘汰？不是，原来发射的点不是在后面了、喔。哦，这边就要发射了，是不是？这关键只要发射了。啊，发射！我发射！我怎么踩到那个都刹不了车啊？你这四个淘汰，那是加速器啊。奇怪，我这样是正常的吗？Jump， 我先走了。发射！这个板可以踩吗？我怎么发射出去说发现大炮？我赢了，我赢了。啊，我一分嘞、欸！一分也要决斗。一分嘞、欸！等一下再一次吧，这个再一次。我两分都可以第二的。哎，我比你们三个人，你两分不就是落水两次啊？我至少射出去啊！你两分就是按两次大炮落水两次啊！那是很厉害的、啊。好，可以，懂。哦，7分哦，然后7分。来，看好啊！这个点好了。嘿嘿，不会再发生这种事的。哎，我没有跳到板子上，哭了、啊。哎，我没跳到板子。哇哦，大凯！哈哈哈！中啦！大凯是鬼。他那个中间那个透明的板，根本是个破绽。这板子到底要不要回来？没中。啊！比僵尸赛跑的石头还难站呢、欸。飞呀！3倍！哎，为什么 finish 了？我赢了！啊，白痴，好坑啊！哎，那你怎么也？你怎么还是跟我一样七分？哎，我刚3倍，那怎么不是3分呢、啊？呀，72分赢啦！大凯第一发稳稳的，占到70分了。他这个没有了吧？再换个模式吧。还有什么模式？啊，还有别的呀？哎，还要打 boss 的、欸。我看看哦，突袭魔王城，大逃杀。来点，来点。这游戏也要吃鸡。哦，有大逃杀哎、欸！我现在没开放哦。有什么模式？我看看。做到很多人哦，那我们这边有什么？个人战无道具，是
四人同心是哪个啊？四人同心团队赛，四个人一队。哪里啊？那那个是四打四，要跟观众 PK。没啥问题啊，我们一定吧。我也这样觉得。走哪里才有四人？才有四人队？基本简历吧，基本简历。简易才有，普通不知道有没有、啊？普通应该有啊，就开八人就可以了嘛。我先开创，然后嘞，然后找那个四人同心，它是一张地图啊。啊。它是组队战。哦，我要先开团体的才可以哦。好，可以，我们四个一组大战，大战观众。你找一下，我也给忘了。要求，不知道是简历还是普通啊？哎、欸，都可以吧。5566566，进来吧。我等特卖呀。雷迪的噩梦。哦，太多了，太多了，你没有设密码是？有啊，5566啊，已经很满了。吃多啊，完全进满。好，那就先这个四人同心满了。那我有一个同心啊，你要不要找一下？先试试这个、啊，先试这个、啊，大海快进哦，爆满爆满。这个没有另外一个好的，另外一个就。我怎么跳过来啊？有了。真四人同心比较好。没事，先试试这个嘛，先赢一局嘛。走了，先赢九啊！我还没输过，四人，我也还没输过啊！你还没输过啊？输的是大凯。噔噔噔噔噔噔啊！没办法，章鱼哥太坏了。哎，这个是大家都要到，少一个人都过不了，少一个人都不行啊！大凯，少一个人都不行，大凯也白痴，不要闹啊！谁给激到我？谁给激到我？大家先玩三道，不然到不了终点。我们是哪一边？最后一个门是要四个人开的。哦，就僵尸赛跑那玩法吧。他们很宅，他们很宅，他们练过哎。是他们有练过，还是我们的比较菜？我们人都在啊，我们人都在啊，不用怕。第一个门只要一个人踩。哦。我猜。来，我帮他开门了。开门了吗？开这么慢呢？哎、欸，第二个没有两个人啊，这要快点啊！我来了！哭啊，这救命啊！喂！哎、欸，快点，快点啊！是的。快点过来开啊，兄弟们！白痴还是一直在耍白痴哎、欸！哎呀呀呀呀呀呀！哎呀！哎呀！哎、我在想办法、啊。对啊，对啊。不太确定这个是游戏在叫还是白痴在叫。哎呀，我都已经走了。我想办法、啊。他们已经全走了。快点啊！我来了。哎，真是的。好的。第二个开，二门开。接下来要三个，哦，是这样子玩的。我开路。这你也玩过、啊，这也是老图了。飞啊！哎呀！往后！啊？为什么这样跳不起来？哎哎哎！我全开了。你来给我抱歉，你干嘛？抱歉，把我们给拖下去啊！走啊！抱歉会怎样？我都不有了，快吧！我先走他，我先走他，不能跳他们的路哎、欸！对啊，对啊，不能跳他们的路哎、欸，很奇怪、欸。很久以前可以、啊。想着他们肯定全开了。过来，我们的老板，他们怎么走很久啊？哎、欸，我到了、欸，啊，怎么没有人？我很快。你要问他们。阿波，开呀！我车很快，这
车神刚出意外了。他踩后面的车吗？八，踩后面的是踩后面。哦，这么简单啊！踩到头。怎么样？过！哦，踩了之后地板要开啊！门会开，门会开。哇哦！呀，闪开！闪开！真是的。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。踩死他，踩死他！原来踩一下还不会死啊！没有，第一关一下，第二关两下，这样踩三下。好，没有问题。大家一起踩啊！你们怎么只有我在踩啊？你们是踩不到的。谁在踩啊？踩了，踩了，出发！可以。这下子会过。什么？他怎么没有看到阿贼？飞啊！我在想办法。你这。我要来你们他的骰子器！呀！哎，我是被弹走，我踩死了，他完了 ，nice， 他们已经到了，哎，他们从来没到了，哎 ，nice， 上来上来，他们。欸，他们已经到终点了，前面就是终点了。他们还不行吧？我们还有机会。加油加油！踩了！哇！啊，冲啊！前面上车，前面上车。我变三了。掉钱掉钱掉钱！哎这里会发生什么事？跑啊跑啊，大跑起来啊！冲啊冲啊冲啊！哎呀！哦，是往前冲会加速，是不是？三二是啥鬼？不是，不要被电到，板子就会加速哦。对啊，我就觉得是这样哎。我升级了，我升级了。板子加速。嘟嘟嘟嘟。真四人同心了啦。嗯。哎，真四人同心就是从头到尾全部都是电哦。啊，真四人同心呢、啊？嗯，好。哎，大家同心协力哦。全部都是电哦。有什么难度？只要被电，速度就差很多，电一次就差很多。没问题啊，没问题、啊。大家零失误没问题吧？大家都职业选手了。大凯听得懂吧？啊？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吧？没事。Go go go go！ 前面就板子。哇！赶快四个人先上。白痴跌倒了。我没有跌倒。快点了！来了来了来了！车要开走喽！跳桥！飞啊！来一跳！跳！有什么难度？这样有什么难度？这样到底有什么难度？一人一个角度，好不好？不要出怪兽。好，我就站这，我就站这。哎，我们应该领先吧？我们赢很多啊，我们赢很多啊。我们赢很多。我们超车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大家都过去了。连续性白痴啊！我跑得快啊，他们都死了。哈哈哈哈哈！我们这边有一个人被电六哎、欸，没道理啊，没道理啊，没道理啊！哎，可能卡住我了。我好像还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们是不是少一个人呐、啊？完了，我也中了。车神，车神倒了。我赢的巧，巧赢的我是全靠巧。哎、欸，有人在踩我的头。越来越快了，飙车。飙车。
撑到啊！这个一段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逆转，逆转，逆转！哇，可惜可惜。要吃点东西。哎，我们赢吗？我们赢了，我赢了，我到终点，我第一个到。啊，我们有一个十二，哎。很饿才输掉的。这真的好贱哦！这个比个人赚钱还贱呢。哇哦！再一次吧，我觉得这顺利。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认真吧，大家认真 ，OK 吧？看看，换一批新的 J 粉吧，让大家都有机会玩。玩过的换一下，玩过的换一下。他太贱了呀！哎呀，玩过的换人呐、啊，看还没有人要来啊。得到了紫色小鸡，负一负一负一。哦，妹子来了，哦，好多妹子哦，这游戏这么多妹子在玩哦。你说女角吗？还是 ID 是妹子？那肯定都是骗的。肯定都是妹子，肯定都是有一个棒子。这个是不是有更高的难度啊？我不知道，我今天玩的是这个。我有人在这个白痴粘在地上了。来来，出发出发，快快快！上车！可以，这速度我喜欢。快了，更快！啊！白痴，你别打！你别踢我！你干什么？没有啊！胖子又触电了！胖子，哇！哎，你过来顶着这个上面啊，比较好跑啊。你顶着上面是这样啊？对啦，这样比较好啊。你看我们跳，你就跟着跳啊。哪有？我感觉我在后面跳舞啊。前面很紧张。飙车。哎、欸，我们好像有戏！有感觉！我去我去！有没有机会追上啊？这什么状况啊？我感觉我的眼睛出现了一些问题耶，我好怪，真的很怪，难度太低了，二输给四个妹子耶，好扯哦。嗯，那也没办法，既然是输给妹子，那也没办法了。嘟，装备也太屌了吧！对面看起来是真的很差。换个难度。Switch 换人，来再换一批，人人有机会啊！啊，真是人同心，四颗星版本。这是刚刚那个不是吗？啊，第一次玩的是这个？哪有？第一次玩的是吗？是啊。你是不是累了？啊，四人同心怎么有三个、啊？他是矮哦，这是反过来的。哦，啊，真四人同心只有一种啊。对啦，就是那个电的。我看一下，他地图其实很多哎、欸。这里还可以改房间设定吗？不是、欸。不能开这个蚂蚁地狱哦，想玩一次蚂蚁地狱。试试这个吧，来吧。这个没有人可以过哦。有这种可能性吗？我是说我们没有人可以过，我们四个没有人可以过。我不是说观众，我们可是四个人哎、欸。我们四个人可能加起来的长度都到不了终点。没
没那么难啦。这群玩家哎，游戏天才哎。哦，哎，这个我很行啊。这个是真的，而且这只是前面而已。立可以干嘛？立可以跳。哎，这个装备有个屌啊，他就把我撞飞，哭啊！为什么会停下来啊？哦，我没力了。哎，停下来，再被撞到会晕呢、欸，还是我被踩到啊？踩到会晕啊，被踩到。哇哦！哎，我现在第二名，他们的第一名我已经看不到。你太快了！哦，飞啊！哎，飞啊！呀，撞！我操！呀！完了，后面男人要死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我会玩了，我懂完了。不能就这样输掉啊！王浩，其实我们未必会输。嗯。好像还不好说，比积分的嘛。飞啊！靠，怎么那么细啊？你看这个哪一边有人到第一名？南台湾超神，你们在这？你这就知道啦！你不要搞我啊！这样子我是上次太细啊！往后 jump， 飞啊！往后怎么刹车啊？太逼逼逼逼！这个呢，我们这个是第一个。南台湾车神暴走了！王浩，王浩，上右，嗯，我是没有放弃的念头。哎，为什么有人复活？不是，这边只要有人复活，就会直接爆啊！王浩，王浩，呀 ，jump jump。哎，我过了！哎，我有感觉了！我过了！你们三个人为什么可以在那里啊？为什么啊，大凯？这个很怪啊！哎，你们看一下下面地图，你们三个橘色好不好？我们蛮怪的啊！这个在哪里？这个，哇，我们同心协力耶！嗯，就你不合理。我这没有办法。我跟不上你们的实力。飞啊！好荒唐啊！他呀！好荒唐啊！你也到这了。王浩，王浩，飞啊！哎，飞啊！我掉下去了。就这样输掉。呀，他 jump jump 呀 jump 飞啊！他呀！什么企鹅啊？这个。他。哎，果然要这样。哎，我好像还挺强的吗？我开始有抓到那个 tempo 了，但其实我不太知道 checkpoint 到底是怎样哎。大家会有一个蓝色的，今天这里都是极限区，重新。哎，发飙了！赶快躲开，先走啦！往飞啊 ！Jump！ 呀！往后，我是没有放弃的念头。啊！我没有放弃的念头。我是没有放弃的念头。难道其实我还挺强的？哦，好像跟控那个头差不多。大凯，你是不是还在那呀？我还在那呀。不能就这样控制啊！
哇！出奖他！砍错一站啊！对啊，就砍错一站啊！那你就一直跳，再来一直跳。我想一直跳啊，可他不受控啊。这样输呀 ，jump！ 完了。卡呀，飞呀，呀 ，jump！ 我是六分。哎呀，不能飞过去啊！那个在起点的是谁啊？我不行啊！不是啊，这个过不去啊！八个人，我第六名。嗯，哎，后面两个就是你们了。后面跟我啊！哎，真是奇怪了。刚好就是你们两个。啊，不是过不去啊！你说奇怪不奇怪？好了，最后玩一下那个多人的啦，那玩一下让大家都有机会玩的三十人赛，好不好？空装啊，空装啊，大家都不要穿道具啊，都不要穿衣服啊。王明五五六六，密码五五六八八。禁止穿装备哦。那个一身神装。好几个都一身神装，忘情的森巴舞，摇滚大白鲨怎么样？哎，不要再过来了，这样会自动开始。太多人过去就会自动开始啊。好像是八个人才可以安排才是。帮忙检查一下有谁穿的装备了。来喽，我进喽。快了快了快了，哎、欸、你们都进来了吗？要满的、欸、要一下啦，不是还要满的，你赶快啊，我进来啦，快快快 GoGoGo F9 F9 瞎跑，都进了吗？都进了吗？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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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应该是进了吧，师傅你快准备啊，大凯准备哦，来喽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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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右边两个衣服拖很久，哎，大凯他有提醒你，往下跑，不要再跑错边喽。加油吧！往下跑啊，这是往下跑。好开心啊 ！Go go go！ 这样吧，这样吧。哎、欸，防毒换了。我按 ready 了。好玩，我要跑。好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，开始了。一个人，29个人 ，OK 吧？29个可以。这是怎样？一大堆人在跑。大家就比谁厉啊？就活下来啊！吃鸡有没有玩过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好像摇滚白鲨，不用躲，不会被发，都不会发现的。大凯，你要跑这边。没问题，我先静观其变，看一下你们怎么跑。嗯，看一下状况吧。没错。我觉得也先看一下状况吧。太多了吧！啊，冲啊！我来领跑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后面那只大鲨鱼，这里堵我。你不会晕车吧？哎，我应该直接撞到死了。完了，我要被淘汰了。啊啊啊啊！哎、啊，哎、啊欸，我没了。啊啊！所以地上不是、啊、地上的衣服有什么效果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啊啊！大改倒了，大改倒了，大改已经倒了。他送我。是我们真喜欢家最后希望吗？嗯，没有啊，我也要活着。你要不跟你讲了吗？我差一点了，我差一点。完了，大概你出事了。哭啊！你怎么哭、啊？谁呀？我的阿姨啊！我被吃掉啦！大概被吃啦！啊，那你们什么？一个都不有吗？不好说。我觉得我还有就是地耶，哦那个，哦那个地板那个衰脸是不是害死我的？哦衰脸是碰到会直接那个、哦，他会直接变慢的。哇，完全没感觉到这个音符的效果哎，哦踩到音符会嗨是不是？哇敷脸，哦他怎么跑那么快啊？他怎么那么快啊？哇！我也倒了。哎呦，他们卷到还更快耶！我也倒了。谁是真正的逃跑王？哦，他好快哦！这么强
这个怎么我不知道，它是为什么可以一直加速啊？没有，这光板就可以一直加速啊，气都用不完啊。踩到地板是加气啊？你那个音符一直动啊，一直起气、啊、哦。这个耐宰是跑不了、啊。不是脱光光吗？他看起来脱光吗？哦，他看起来没怎么穿啊。他脱光之后长这样。嗯。不是啊，他刚是不是个女的、啊？为什么他脱光之后反而连那个身、啊、都变了？他卸妆啊，卸妆会变这样啊？哎、欸，欢迎关啊，欢迎关啊！我能不能？帮助啊！还有什么地图啊？还有什么地图啊？换那个最难的加减乘除好了，换一张，换一张，好，乘法，乘法哦，也行吧。普通哎、欸，这是一例的，这好像蛮简单的、欸，这还没有更难的、啊。这才四星哎、欸。连十星我们都不玩哎、欸，那刚十星的图我们都不怕哎、欸。我一看，哦，哈哈哈，这没有办法，哈哈哈哈哈。五星的英文网哎、欸，好啊，就这个啊，就这个、啊，走啊走啊。不要，你不要闹、啊，不要闹、啊，加减乘除了。哎、欸，开始呗，玩不下去哎，这样玩不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完了！哎，大家英文那二十六个字母还是懂的吧？嗯，要靠赛、欸。哎呀，没记好了。哦，记好单字，找出漏掉的单字。OK， 简单简单。为啥要选这个啊？图啊，乘法好一点。往哪边跑？往下，往下，大海往下。这什么？S H O U L D 啊 ！S H O U L D， 我在那撞飞。S H O U L D 啊！啊！啊！我活过来了，一到五岁。S H S H 是吧？哎，我怎么跳不过这个？对啊，他两个跳不过，快啊！哎，二十块，你干嘛？S H O U L D 啊，怎样啊？是要怎样啊？我更好了。啊，我怎么打了？啊，你英文不是很好吗？小港英文。不是啊，阿涛干啥来着？哎，我跟朱先生讲的那个字啊。我怎么 Captain。C A P T I N。哦，原来他是这样子考英文的。这考的是英文吗？考试考的是英文吧？Yeah, nice， 不用活过来了。哦，这其实是考记忆力，不是考英文单词，这是一例。什么东西？阿康不是 Captain， 不是有个 A 吗？对啊，阿就去扫那个 A 的那里啊，他扫一个 A 啊。错，英文是 A H O Y。起飞。考你扫哪一个字？啊？扫一个 A 吗 ？N E I G H B Y。Neighborhood。N-E-I-G-H-B-O 完了，我没力了，完了，我没力了。哦，原来是在上面显示那个扫哪个。我还被踩头啊，哭啊。我想说不是每个字都有吗？哎，有人淘汰了。嗯，哦哦啊，简单啊，简单啊，这有什么难度？啊，真是的！不要妨碍我。Ceremony。哦，开大，哎、欸，这个游戏开大之后是直接无视所有障碍啊。好像是耶。哦，到这边就剩四个。哎，失败，你淘汰了。你先到，你还不影响到。这个这光光又活下来了。真的。
防护侠不行了。两位又是耐仔吧？耐仔挺能打的嘞。耐仔过了哎、欸。哇！耐仔，他赢了，他赢了。哦。哇！哎呦！哎、欸，这个很强哎、欸。耐仔有点东西啊。最后一道题。哦。其实他还不一定可以活下。哦，最后还要再考验一次啊。他自己还不一定可以过。他是要我们最后的希望了。哎、欸，这很简单、欸。嗯，我阿妈来都行哎、欸。哦、他赢了、哦、他过来了，然后他这样、啊、这样干啥靠赛啊，就五个奖励选一个、啊、这是随机发奖励、哦、他很揪耶、欸哦、那王座很精彩、欸、这怎么做的、啊、以前社上课很多人都这样做 Go Go 哎呦 Oh my god 耐仔太强了吧。 还有什么模式啊，还有什么模式、啊，来个新的吧，来个没玩过的。都还有八个人的同心哦，狂暴小红帽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星星很多呢、欸。嗯，不难吧？走吧，走吧。这看起来非常的狂暴哎！啊，这看起来挺狂暴的。他狠狠的教训了大野狼。这可是真正的小红帽哎！三十个人出发。什么？小红帽是这么凶狠的少女？往哪边跑啊？待会往下，没问题。他已经按到 C 了，完蛋了。那等下往大野狼跑、哦。哎、欸，就会走往前，你就直往前。哎、欸，后面那个球我直接说，没有问题。哎，淘汰很多人呢、欸。我还有机会吗？哎，完了，我也倒了，小红帽把我踩死了，我也被小红帽踩死了。这位置看得到你们嘞、欸，哦，哎，我也看得到你们嘞、欸，哦，不是嘞，这关这个很难闪嘞、欸，啊，小红帽又踩死一个了，哇，你其实很怪、欸。哎、欸，我们全灭了啊！打了，全打了，没有任何人通过、欸，这么快啊！大家连第一区都过不了，可怜呐、啊，可怜呐、啊！三十人挑战都不行啊，三十个人没有一个人活下来，不是他那个球也太能跳了吧？这没道具是跳得过去的吗？再换一张。什么丁义大师啊？丁义大师是女的。那一看就假了。换一张啊，换那个加减乘除的、啊。这都感觉太简单了。无尽的拼图，十二颗星，可以。这个星星是不是有点怪啊？真飞天拼图哎、欸，这个吧，15个星星哎、欸，飞天拼图，好啊，我就看他是能多飞天呢、啊。这个是真的难、啊，这个我敢说，我们四个人连第一区都过不去，到时候飞一下看看啊。我们四个应该是连第一区都过不去，你不要提到我、啊。哦，你就跟他们同一个档次啊，你不要骗。那可不好说嘞，我是角色不行。让我操作还是可以。我要去守指望了，你们先跑。我补完了，回来看有谁。他是能多难？他是能多难？哎，我被人家撞啊！
啊 ！A 队有人在撞啊！打稳，打稳，我决定打哎。出决他！全部人都变身了！这有点怪，哎，哎，哎，还没死，还没死。哎！红啊！出绝招了，一个一个撞死啊！大凯，你说会不会地图的终点先在后面？我们应该走错路了。没有，你们两个过第一圈吗？啊！都过了，都过了。跟我跑步，第二圈会消失，这个太难了吧？可以耶，我到前面呢，我到前面呢，哎，我到前段班呢。大凯到第二圈，那有个会隐形的地方。我，王浩，哎，我手我一直飞起来。可恶啊！我先走了。他不能走捷径哎，定义大师怎么在这？我这边是前段班嘛。这里开场很快就有很多水准，然后我会一直抱歉，然后就再也不用了。啊，闪开！为什么我跳不到那个？为啥我踩了一下地板，然后我还是二段跳？我是没有放弃的念头。出去了。咦！重新出发，咦！我是没有放弃的念头。我是觉得他这个操作，我先走了，不是那么灵敏。我总说他操作不是那么灵敏。闪开！重新出发。为什么越来越多人在这了？我又要一直飞了。赶快躲开！白痴，你不会还在起点吧？没有啊，我好像被弹到一个地方。另外一个起点是，你应该是我闪开。为什么我不能冲刺啊？我先走了。哇，累啊！我决定打稳，我决定打稳。没有放弃的念头。飞啊！在这里弹来弹去的呀。对啊，我一直在弹来弹去的。哇！我先走了。打稳，打稳，打稳。他，四，往后。啊！我是没有放弃的念头。他。Perfect！ 啊！好荒唐啊 ！Jump！ 咦！好荒唐啊！重新出发 ！Good！ 呀！可以哦。飞啊！为什么我没有办法冲刺的？因为你已经满气了，你已经满气了。他满气了要怎么上去？进入他加速。可以，我很稳。念头去享受生活，赶快躲开！这里也太多可怜虫了吧！哎呀，不去啊！重新出发，飞啊，往后，飞啊，闪开，往后，飞啊！哇，这怎么过得去的？飞啊！你该不会……这边怎么还第一区啊？我第一区，我这里最好是第一区。这不是第一区吗？这不是第一区啊！我这也算是中段班吧。飞啊！我还看到 BB Lucky 哎。我先走。我这边应该也是中段班吧？哎哎哎！一直在顶来顶去的。就说好像你第一区已经是。你会遇到一个人暴气，然后那边疯。暴气之后是可以。格子上，然后被弹走了。呀！站不到格子，完了呀，根本出不去呀！攻击水鬼机。哎，这是一个人暴风险，这个人是真的，超人。
好啊，大家不要跑啊，装啊，开装啊，开装啊！来，你放弃哦，不要被撞了！不是啊，这个游戏水鬼真的太多了。是可以把这个撞人关掉的，是不是？撞人就是一定要，不能踩人家头可以关掉。靠，为什么我会掉回来到最后一区啊？踩人家头是啥鬼？还有人头在那边太大，然后你挡很多人呢。有病的人真的很多啊！完了，哎，这开半个就没办法刹车啊！哇！那个什么防护侠，哇！我他的脖子上，然后他把我撞走。我们一定行。完了，我掉后面哪了？真是。呀 ，perfect， 我哈 perfect。大概这么惨啊？对啊。哎，回来嘞！你遇到铁记住那个模式嘞！我也控制不了了！快逃！我又被弹飞了！完蛋了，这里根本就控不了啊！好不容易掉在敌人的那个格子上，后面的开大一秒把你撞飞！啊！好啊，龙脉圣啊！呀！哎呀！是不是下次可以凑八个人玩这个不过关不休息了 ？OK 吧，大概。那是没得说了呀。好了，差不多要休息了，今天开到这了。哇，这游戏还是好多人在玩，热度很够啊。那今天就开到这了，晚安各位观众，这群玩家要收工了，大家记得到我们的这个 YouTube 那边按赞，然后多看影片啊。又累了，又累了，收工了，你们要打现场。今天比赛打的比较久，完蛋了各位，不行了不行了，太累了，我就要睡觉了。下次要不要玩合作？我们刚刚有合作啊，欸，我们四人同心有够快的，四个人像是一个人在操作一样。有八个人的，八个人的，那这些粉会搞我们。看这个好了，晚安各位，现场现场明后天了，有空就开啊，拜拜。太累了，最近真的太累了。